哎，朋友们，今天咱们来维修一下我身后这台设备啊，看一下，就是不是这台啊，是这个，哎，这个小的，这是一个蒸箱啊，现在呢说是用不了啊，咱们看一下是咋回事儿，这是用电的，不是用气的，应该是220的啊，不是380的，应该是，哎，给它拉出来看一下啊，嚯，这插板线。这儿啊、哦，这是空的电源线。我说怎么乱七八糟的呢？感觉，先扔旁边吧。看，哦，这是电源线啊，好像没电，不过有可能是指示灯坏了。哦，这边看着是有电的啊，应该是有电。看，这些就这么直接拉出来的。看一下这个蒸箱，这也是好久没用了啊。你看这灰，一般像这种情况呢，可能都是加热管坏了。哎，老板帮忙把这个抬出来了，看一下。现在呢，就是打开开关之后没反应啊，咱们试一下，先试一下吧。有电了。嗯。灯都不亮，指示灯也不亮，照明灯也不亮啊！我就帮忙看看有没有电啊！我都怀疑它没电。哎，有电的，220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有电。那就拔掉吧。那就只能拆了呀，把这块板给它拆下来。哎呦，这太脏了。来，打开看一下。嚯！哎呦，看到没有，朋友们？看，这是被老鼠咬了吗？还是啊？找到问题了，进线断了，看其他地方有没有问题啊？看，其实它里边呢也挺简单啊，你看有两个风机，然后再就是加热管，看到没有？有两根加热管，这两根加热管的话，它应该是1500瓦的啊，就是1.5千瓦。加热管可能是好的啊，因为咱们现在也没测，咱们先把电给它接起来试一下再说吧。因为测那个我还得一步一步拆，挺麻烦的。咱们先把这个进线给它接好。这个火线呢好像也是断丝了啊，虽然说它没有断，但是也断丝了。这地线的话倒是影响不大啊，坚地更好。来，把这个火线剪断吧。哎，拆出来了啊，接上了啊。但是像这种情况呢，因为你想啊，用电的地方呢它比较潮湿啊，咱们用普通的胶带呢可能时间长了它会开，所以呢最好是用热缩管，然后啊到时候地线一接啊。好，把这个热缩管一套，就是咱们这个尖头位置啊，这个防水胶带这个尖头位置呢一定要放在中间。哎，看这样它就不会开了啊。再把这个一烧，好嘞，然后再把地线给它接上，然后这里的话就拿胶带缠一下，或者拿热缩管啊直接融在一起就可以了啊。我在这修呢，这个大爷呢好奇啊，骑自行车过来看一下。一切五标啊。所以说这个男人呢至死都是少年。我正缠这个呢。好，接好了啊，看一下。接好了，然后咱们现在先通电试一下啊。好，盖子上了啊，
算算之后咱们给它翻过来，翻过来之后呢咱们先通电试一下，试一下看怎么样。没问题啊，风机开始转了。哎哎，哇，照明短路了，照明已经短路了。试一下加热，加热灯也亮了，稍微试一下看有没有温度。好，关掉。嗯，发热了，发热了。嗯，照明你用吧。照明倒无所谓，基本不用。照明刚刚开了一下短路了，可能是灯泡啥有问题了。那倒无所谓啊，主要是那热子就瞎了。等会儿倒是这儿那儿一个灯，这儿一个。灯导泡倒是要导泡的，是泄不行还是？不知道，反正我开的时候刚刚响了一声。看一下，我说怎么刚才响了呢？看到没有？这烧过的这个痕迹啊，烧黑了。刚才怎么没看见呢？这儿有一路。刚才想就是这儿的问题，照明的线就在这儿啊，这已经断了。它那个断点刚好在这里啊，它是在这个方管里穿下来的，长度刚好不够，这不是吗？线头在这儿。哎呀，刚好差那么一点，这都是焊接死的。哎，不要抽出来，我你给抽出来了。嗯，抽出来把。不是，咱们往前游一下，游一下看能游出来吧，游出来把这个线接住，你照明就好了。线卡死了，长短调不了了。调不了，不行，把那个位置，哎呦，这样好，那一点差别都没有。哎呦，要不那个先把这面拆下来，等我把这面拆下来，把线接住以后再原移过个，这不是吗？把这个灯头拆下来了，拆下来了，然后这个线也从这儿拉出来了。这次咱们先测一下，看它有没有短路，别到时候接好的话又用不了。哎，对，这种抓住啊，一个手不方便。哎，好正，好正，好正呢。好，接好了啊，接好了，哎，塞进去，塞进去，再把这边上好。好，再把这两个灯泡装上去啊，因为刚刚这边根本就没通电啊，所以灯泡不会烧。除非它原来就是坏的，要不然的话肯定没问题。好，上好了啊，这下没问题了，直接翻过来咱们再试吧。哎，好，没问题啊，风机转了，照明。好，灯亮了啊，这个灯泡颜色呢可以更换对吧，所以也没关系。然后加热没问题，看没问题，修好了啊，搞定。朋友们，修好了啊，又搬过去了。然后那位老板呢现在去买开关去了，他说家里呢之前是四开，但是只用一个，然后里边线很多，让我给他呢把这个四开换为一开啊，咱们现在过去再换一下。